小鬼黄鸿升5月18日在香港大角咀举行记者会，宣布7月中会在香港麦花臣场馆举行 Human 香港演唱会。小鬼透露会为了香港的粉丝特别练舞，还有准备广东歌。被问到会不会请什么特别来宾，小鬼就说陈奕迅、郭富城跟张学友自己都想请。我其实很喜欢很多人，但我心里面闪过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陈小春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从小就喜欢他。对，年轻时代、学生时代到我在演艺圈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的风格，然后还有他的音乐。对，所以有机会希望可以合作。对，但我会继续努力了。另外，小鬼的前女友杨丞琳日前在台北出席活动时自曝，在跟小鬼谈恋爱时是个控制狂，限制小鬼不许做很多事情，又当场向小鬼道歉。不知道小鬼听到都有些什么反应呢？其实也没什么啦，我觉得讲到道歉有点太夸张了。对对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道歉。感情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嘛，有很多的不同的面貌，你情我愿嘛，就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啊。对，而且那个都已经快20年前的事情了，那是我们高中时代的事情，所以学生时代本来就比较，我自己也有很多不成熟，所以说也应该是我也要谢谢他体谅了我很多不成熟才 对。另外有传小鬼的旧搭档罗志祥今年9月会与网红周扬青结婚，被问到是否知情时，小鬼显得有点不耐烦。我没听说，对不起，我没听说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对，不然你可以再问我啊，我会，如果我知道我会告诉你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。对对对对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